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享誉国际的钢琴大师朗朗，你不知道是谁？老婆听到已经跳错镜头，你知道吗？对嘛？因为跳过来也长一样，跳过去也长一样。人家跟我爸爸说，不要乱打小孩，会打到自己一样。哦，对哈。盖盖盖盖，哎哎，骂脏话，什么？时间暂停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干什么？哎哎哎，啊，知道我们在录影吗？怎么会把心里话讲出来呢？他的嘴型就很告白，告白情歌，情歌告白情歌，气球到底是什么？不是，我看错。你说猜错就算了，不识字这个很严重。我还在好歌收尾，马九经典秀。